是小黄金王。啊，会不会太吻合？直接被 Hawking 吓到。啊，真的被吓到了啦。这里面全部都是狗，那因为今天是周末，所以今天的狗公园的人非常的多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带 Punky 来认识朋友了，因为 Punky 其实有时候太活泼，其实有些狗会比较怕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了大型犬区，有很多大狗狗，欸、Punky 交朋友。会不会太吻合？直接被 Hawking 吓到。啊，真的被吓到了啦。看他整个很小心，然后 Hawking 直接冲过去。过度热情。表示，
你看他了，他好多 parking。上完步了，准备回家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那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